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爸爸超人。那我现在呢，人正在这个中立地区的大统童车玩具专卖店啊。好，因为嘉哥在里面逛，所以我想说就是拍个影片记录一下。好，我们在逛玩具店。那这里的话呢，已经有40几年的历史哦，算是非常悠久的历史哦。那从第一代做到现在，为什么知道？因为稍早时候我去问老板娘了。OK， 那外面的话，我摆了很多这个大型的这个遥控汽车，有混凝土的。也有这个越野车，然后这个应该是竞速的吧，这个是遥控狗狗。外面的话放很多那种很吸睛的遥控系列，这边的话也是一样，遥控的机器人，还有这个应该是变形模型。嘉哥在那边，他看了很久，他看了快半个小时了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有这个玻璃的玩具，那这边有电视墙。好，嘉哥你有想好你要买什么了吗？这个玻璃好大台哦。这个应该也不是玻璃啊，这个是火车吧？是啊、哦。他怎么在这里？邱经理，哇，邱经理他也来逛玩具店了哈、哦，他也喜欢买玩具。你们车停这里哦？天哪！原来我们车子停外面。好，里面的话有这种大台的就是小朋友可以开的，种类也非常的多哈、哦，摆在整个货架上，看起来很壮观。然后不是只有照顾男生啊，其实女孩子的也有哈、哦，就是这个是小美乐。为什么知道？是因为我小时候买了很多啊，不是我小时候，我刚当爸爸的时候买了很多给我的女儿，她每次看到就想要买小美乐。这里有可爱的狗狗，价格的话特价品899，好想买。但是我现在买的话，我女儿可能不太会想玩吧，她毕竟她已经长大了。这个是存钱猪，你要走了？好了，我们要走了哈。这边的话有战斗陀螺，这是我儿子的最爱。哇，还有战斗超人，这是我小时候的最爱。OK。好，谢谢，各位朋友，记得参考一下哦。